他这个一定是诈骗的啊！不是啦，我们朋友。他人在哪里？他在医院。你要汇出去的了。汇出去我不知道，是朋友的朋友。啊，你汇出去的，你不知道，你怎么会汇过去给他？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要汇给这个账户。啊，朋友跟你讲，你也没办法，你连汇的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你这样。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，他告诉我手机传来这个账号。没有啦，他那个很可能是假的，你有没有跟他当面确认过？没有当面，没有见过面。没有见过面，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？但是我相信他是不是临时加你赖的？临时加赖的。对啊，你也没有加入他。他临时加入，他连名字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谁？对啊，这是诈骗的啦。不是，你看二十号才加你，今天就跟你要钱，你也没加他啊。春暖花开是谁？春暖花开是谁？不是，是邱太太，是我邱太太。他这个一定是诈骗的啦。不是啦，我是朋友嘛。朋友那检查经验那么多，对啊，他这个才你看你赖也没有加他，他刚跟你讲你就相信他，这个一定没，这个一定不是。哎，邱太太，哎，我在分银行啊，现在警察也来了，他怕我是啊，警察也来了，我搞不清楚他怕我被骗了，有这么严重啊？啊。应该，为什么？他说为什么不汇给你自己啊？哎呦，我现在在医院啊，我现在会。啊，你刚才不是说医院不能讲电话？你怎么又讲电话了？我现在警察好了，警察出来了。啊，你是谁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刚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喂，你是谁？我是他好朋友啊。好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何先生的好朋友啊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对，何先生叫什么名字？你看挂掉了、啊，连名字都讲不出来。他连名字都讲不出来，他也不敢跟我讲他的名字。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是你朋友吗？对不对？你要相信我们呐、啊。是有做什么？对啊。那怎么听到警察就？不然他为什么不敢跟我讲？就不会是好，真是好朋友，为什么不知道叫你叫什么名字？像我才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。